让我看一下，我原来外国也不怎么样。你会跟谁走？最后，可以认识的，可以认识的，可以认识的，包个面包。你觉得Jimmy，为什么？秘密武器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起来好像比较正常。因为你知道你在国外嘛，你就会很害怕遇到就是不安全的事情，因为。你又不认识，万一他是心理变态或杀人犯怎么办？所以女生也要要求一个心理的安全感。但是就是说，那个 Alison 她就一开始的话，她在那边敲敲敲，你会不会觉得她精神有问题或干嘛？会，害怕，我就想说这，然后就默默想要闯过来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很好。那如果一开始，一开始就为他来吃香肠，对啊，旁边讲话我说哇，真的很好，蛮帅的哦。对啊，长相也许是有是。有重要的一点，比如说，如果万一他长得很奇怪，问什么都不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阿福就好，我隐私的感觉嘛。可是阿明算长得还可以，可是他问题是，你让女生，而且他一开口又没有先跟你闲聊一些，他就直接问你一些有隐私性的话。对啊，然后跟我去士林吃香肠，我也。哎，